头摆涉及海南头烟郭湘雄圆通飞的郭湘雄白山郭总，后告当中的人工草皮皮跑脱，既然用的起码有15年按计划。韩国区因为排水设施唔大，圆通平建落太一过后，水就推唔得滴，故作跑脱而维护就很困难的。从亚洲冷空的跑脱，竟然影响到学生的去上体育运动课程。故作郭湘雄公所就去澄清，相关单位要去了解情形，希望未来不会添增。到是不是学生就不能跑？白山国中人工草跑脱，唔但抢有烂空，同时鬼片弄湿的掀起来，几经严重威胁学生安全。行政院中部办公室人员透了解状况了后表示，为三万天数争取经费。因为很危险，所以老师就怕我们会跌倒，所以运动会就不会办跑步比赛。如果同学不小心踢到这个掀起的地方，他会跌倒，然后流血的话，加上这下面它会有细沙子，然后伤口上会就会比较难清理。未来我们会跟行政院争取跑道的整修缮经费。三方的水规下拢排在各种俩后盖了。因为学校后背个路无排水沟，所以建白老师就会排到学校，可比二铁摊五副流走，就会造成运动场淹水。学校因为跑脱个小将，爱同排水设施向下处理。这边的排水问题如果没有处理的话，会造成我们这边当强降雨的时候会积水的问题。因为我来5年了，但是有2次的强降雨的时候积水很严重。造成我们这个跑整个操场通通是一个小小的淹水。公社没为了了解，了解国教署啊，那个单位吼啊，公社吼没为了给基础的调查资料哦，准备好些。因为白山国中就托社区的中心，当到装配弄来到学校散布运动，所以学校希望相关单位使得关节天修改善，将使得确保学生上课，还有社区装配的安全。客家新闻李鹏琪南投报道。